花园不错，那个点，那个地方应该从各种过去，那个点应该不错。哎、啊，我知道这边，这边好久没来，这是水门，不要外劳集散。以前常来，现在少来，这都有路，有啊。看就知道，很早很久以前，我来这边钓过一次。前面风景不错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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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冰雕冰雕，难死难死。哦，我买到。相对来说，这边会比较好。这边很浅呐、啊，没比较深而已，超浅。地板，这里，我知道这个桥从哪边通。这里是外来集散地，烤肉。那里有一只，有一只乌龟在晒太阳。应该是鲤鱼哦，它、啊、因为没有倒钩啊，所以放失手的时候一定是拉不稳的，有可能会脱钩，所以可远了。阿福反应超慢，
看你啦，好吧。该知道地域优，特别优惠，特特特。台湾雕，格拉利斯雕。哦吼，鲫鱼。又是一条啊。对，鲫鱼。小鲫鱼。哦吼，大飞机，整个顶标，哎呦，哦，紫鸡紫鸡，我。也有点受伤，好看。OK， 拜拜。小金牌呀，小金牌特快车。吃肚子吃超大的，
哦，地狱。哦，大飞机的。刚好一尺，刚好有一尺。拉不到了。这是小阿虎，这不是，这个不是地狱。
脚拨到下巴，有没有？拨到下巴好紧，解开了。来有了，带水了，好水。
少了阿福，虽然有些无聊，但是哎，也还不错啦，至少呢不用担心线会再被弄断。OK， 今天鲫鱼钓的还 OK 啦，试试看自己做的饵料，原则上还不错。好，再继续测试吧，有机会再分享给大家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